日前有民众说，才在网络上看到警察帮忙推车的文章，没想到这暖心的举动就发生在自己身上。画面上面可以看到呢，警方在巡逻的时候，前面有这个女驾驶把车停在路中央，还不断的挥手求助，担心呢可能是遇到了车祸，上前关心。而这名女子表示呢，自己的车子抛锚了，没有办法前进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么由于当下是10度的超冷天，再加上担心车辆停在这边会影响到交通，所以决定帮忙推车到旁边，等待吊车来救援。不过这名女子呢，事后也上网po文，说自己前两天才看到有警察帮忙民众推车，当初就觉得真的很暖心，没想到呢，过两天一模一样的情况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。而这次呢，同样也有警察来帮忙推车，也很感谢警方的协助。以上就是情形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